行政院文件会12月6日举办2010世界人权日系列活动暨展览记者会，由已故政治受难者之后林奕清演奏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主题曲。文件会主任委员盛职人奕清临现场，在小提琴的悠扬乐声中，共同追思已故政治受难者。我们希望说，在这个大时代里面的这些悲剧的故事哈，以及当时很多其实政府的不当的一些作为，我们都能够忠实的去面对，希望让后代的台湾人民都可以看到过去所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汲取这些教训哈，让这些事情在台湾永远不再发生。此次展出共有园区历史及史料文物、政治受难者生活及影像及狱中文学、艺术、电影、文化三大常设展，分别展出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捐赠的狱中文物，忠实呈现当年历史，纪念得来不易的民主人权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